8月28号上午6:55，大家好，我是飞猫。我们今天这边是一家一户，一个女同志做代表过来做核酸。我们男同志前天已经做过了，今天是女同志，早一点过来，基本上就不用排队了，做了就回去了，然后吃早饭。今天要去如皋，陪张师傅去。把那个前几天拆迁的伤口检查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家居广场去看一下那个全屋定制，最后再商谈一下细节。都是女同志和孩子啊，马上20分钟了，哎呀，终于做好了。也是在那个河边吗？我在大楼里面。怎么今天从河边那边绕过去？20分钟呢。今天？你不做了有20分钟吗？我上次到了去做的。今天孩子多，要开学了。来，出来。妈，鞋上全是布。停停，过来。去上厕所去。过来。瞎搞，不痛。不要痛。对。看你爹来，好，花生又可以吃了。大家听到吧，这个声音吗？这是驱鸟的，我们后面机场驱鸟的喇叭。换个药换了1个小时，
今天是星期一啊，人太多了，换个药换了快一个小时，这个然后里面车也停满了，走了很远。兜了一大圈，走了很远，才找到一个车位。限制就行了，里面循环了，你不应该用红灯给它挡住。我乐，又到月星来了。我们全屋定制是那个木杆山啊，我来谈细节。肯定是要你过来看的，看这边我还会儿，那会儿比较轻，我去年两个季的时候呢。多少？四路的话应该是42码的鞋放的那样，稍微和这边差不多的，但是比这边要小一点，稍微小一点点，看不出来。嗯，你从这个图都没看出来，它大小差不多，其实。对对对。嗯，差不到你家也差不多的，其实，因为你人的视觉的话，你家特别高，比这个都高。我们家这个只有2米7，比这个都高。哎。这个视觉感的话，就感觉其实好像。嗯。因为我后期做窗帘什么都会影响。全部影响。嗯。然后这边呢，它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。靠外这边是做了抽屉的，底下是抽屉，上面是挂长衣服的。你看这边，没错，这边是。回去了。这骗人上来，这下去这电梯也不给人开了。哎。
着我们如皋丁老板的月薪家居。中午吃个八十克，这必胜客的呀！我以为有刀叉呢。我们连小时吃吃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空跑一趟。没事，还到店。